哎呀，不好，你是不好受啊，你太胖了。您这是什么话呀？不是我这香妃子，不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搞的？这不是您找的厨子吗？啊，这吃成这样了？厨子的错了。厨子给我叫来。哎，厨子上殿。回皇上，气死我了！我怎么了我？少废话！啊，你说你是认打还是认罚？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？看见香妃了吗？这是香妃啊！啊！我以为您从藩邦进贡来的怪兽呢。带回家去，跟他走。皇上您别废话！皇上您别把我皇上，您别把我给骗了！皇上，我还喜欢皇。恭喜厨子，你终于圆了你的梦了。算了，凑合过。别等我吧，这么别走，凑合过，咱就过去。我发现了一个现象，中国所有小吃都离不开那棒棒糖啊！哎呀，我们皇上出来举这么一个，爱吃，这是一朝的吃货呀。这个爱窝窝的传说，他们这是细说了一下。你甭管是真的是假的，它是一个故事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因为这个。